帆风顺，尽量感动我。百事可乐真的很感人，我自己觉得都好感动啊。我当初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拍那个昂档戏，所以因为昂档戏的那个片酬是一个月每个月这样发的，当我领到第一份片酬的时候，就是之前我从来没有工作过，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然后第一个片酬，然后领到之后超开心的，哇，这是我人生中的就是第一个靠自己能力赚到的钱，而且蛮辛苦的，对，非常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是用肝去换的。那个山东大妞要在那个昂档戏讲台语，对，就是真的心酸吧，感人吧，还不到心酸，很励志，辛苦辛苦，没有是命苦。下一档挑战了越南的，为什么？去越南演就对了，他就不能挑战自己国籍的。然后我就想，我一直在想，那我用这笔钱做什么？我要就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值得纪念的事情。然后这时候突然想到，哎，那我就送一个礼物给我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好了。对。然后我想，那我应该送什么呢？这时候突然就转台转到那个电影频道，我就看到了007的电影，哦，就突然想到，对，之前跟老公一起看007电影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庞德戴那个手表很帅，因为他代言了那一整个系列的嘛。哦，我说那我就送一块表给男生，男生都很喜欢手表啊。我喜欢庞德那台车。我也喜欢。我喜欢庞德和他身边的女的。什么？你们还是好好的洗肥皂跟擦香水。对。然后我就用我就是第一个月领到的钱去送了我老公一块庞德的手表。天哪，好感人啊，是不是很感人？酬劳哎，对，他送你吉祥如意哎，他送你吉祥如意是不是？我送他表哎，以德报怨，而且都是木头的盒子，太感人的故事了，以德报怨，是很感人。我这能买多少片吉祥如意啊？你这个盒子就比他的吉祥如意好看多了。都是木头盒，就像这个声音耶，唯一的相同点就是木盒，不一样吧？我这木盒有打蜡，好亮的，还编号嘞，哎，对，这有证书的。你老公太好了吧？我当下拿这个从店门口出来的时候就很想哭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赚钱好辛苦，花钱好快哦，很想退货。他有跟你提过他要这个？他没有提过，他只是看电影的时候说，好有心啊，蛮漂亮的，有心。因为他每部电影后面几部他都会带这个系列的嘛，然后他收到之后就非常的开心，对，很感动，是不是？每个男人收到都很开心吧？结果带着，然后就换档，哎，他就带着老婆，他就带几个表，然后去给我买吉祥如意，他良心何在啊？真的，可以理一理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证明你好像比较爱他了。对对了，是不是女生比较细心？有这个对的，女生细心。对啊，女生我觉得女生买礼物都会去想。哎，她也是花了3个月在那边拍戏赚钱，就送你个吉祥如意。她也是心惊胆跳，拿出吉祥如意送给你。女生比较会细心留意，说男生喜欢什么。而且我是用我第一赚的第一笔钱，很辛苦赚的第一笔钱买礼物送她，有没有很感人？这个感情其实非常可贵。